吃饭了。吃饭，几只狗肉。螺蛳粉，中号型的螺蛳粉，和尾放凉。滴上点果蔬粉，糖太烫了。吃饭了，粽子、螺蛳粉、鸡蛋、皮蛋、排骨。
和我放假的螺蛳粉，冲泡型的，原来23.9米，现在是19.9米，非常方便，开水泡一下就可以。里面是五爆料，汤还是很浓郁，挺棒。